哎，这书店，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你说什么？我说这里是书店，要不要进去看一看？不正好到新的漫画吗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是在试探我，我才不会上当呢。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些什么呢？我是觉得劳逸结合有助于学习，不想去算。哎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小人，我真的很想去看漫画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 我要开始看了。你是在这做题呢，还是？我陪你一起看吧。真的吗？哦。那我帮你选啊。哦，这本，这本特别适合学霸。还有。 这本，这本的主人公特别帅气，简直跟你一模一样。还有，哦，这本，这本特别燃，一定能把你燃的。那这三本到底先看哪一本？都行。我还是先看这本吧。 看吗？嗯，好看。你看这个是不是特别帅？就这个。啊，这么晚了，我回去怎么跟爸妈交代啊？没事。 我已经跟叔叔阿姨发过短信了，说今晚我们在外面学习。不愧是我哥，想得真周到。你以后别叫我哥了。为什么？难道你嫌弃我，觉得我丢人？不是，这兄妹之间的称呼太局限了。 我们不只是兄妹，还是同学、朋友、邻居，反正别叫我哥了。那我以后叫你浩浩，小江就行了。浩浩，浩浩，那随便你。 那我以后叫你小江同学吧。那小江同学，我现在真的很冷，我们能不能快点回去啊？你冷啊？嗯。